老婆，吃点好的，吃个八爪鱼。哇，你就做这么一锅，哎呦哎呦，吃个鲍鱼。老板，先别吃了，赶紧给我来100块海鲜。大姐，100块呢？100块你家冰箱能放得下？你能吃得完啊？100块不就那么几包吗？但咱们家一箱都用不了，就能买到满满一大箱子，还得找你领呢。老婆，先别吃了，你给大姐好好介绍一下。好嘞，大姐，太香了啊！来，给你介绍介绍。嗯，哎呦，掉了。哎，大姐，这个是咱们家扇贝肉，三包大盖带黄扇贝肉，三包鱿鱼脖，每包400克，两包深海章鱼须，每包半斤，两包花甲肉，每包半斤啊，两包橙黄肉，满满一大箱子，一共12包。今天啊，给小妹点个小红心，小妹再给送上两只澳鲍，一大箱一共14包，只需要99，还包邮呢。哎呀妈呀，这不得200块吗？用不了，用不了，一张都用不了。太实惠了。